四號，咁啊，傳統嗰啲即係老牌走線啦嚇，咁就中港碼頭去鯉魚門村嚇，去鯉魚門村，我以前成日都記錯，因為佢話再搬咗鯉魚門村，即係對面嘅啫。咁咧就對於我哋觀塘人嚟講咧，行到嚟呢個站創記之城搭咧，即係我覺得真係好似呢一間。我成日都好講從自己講笑嘅，哇！真係咧，要行到嚟呢一間工廠大廈搭車咧，真係同佢個名都一樣嘅，真係要好有毅力噶，毅力工業中心啊，真係要好有毅力噶，因為咧，即係平時正常人都搭小巴搭接駁都落嚟，漁民坊，跟住漁民坊你又要過條天橋，跟住行多兩三百米咁啊，先嚟到呢一個站。喂，其實真係老實啲講，真係好有毅力㗎。即係要喺度要搭呢一堆14號啊、15號系列呢一堆線咧，真係要真係要花足咁多腳骨力搭㗎。咁啊，而家講緊14號咧，而家個班次咧維持緊20分鐘一班啊，即係其實都係落到去一啲市區一啲唔係咁好客量嘅路線嚟㗎啦。如果20分鐘一班咁嘅計法，咁啊今日禮拜日啦嚇，咁啊仲有10分鐘就有車㗎，應該5:30就有車㗎啦。咁啊，呢個位我介紹一下14號啦。咁啊，14號咧，其實都係一啲好老牌嘅走線嚟嘅嚇，好老牌嘅路線嚟嘅。70年代尾、80年代就已經有嘅啦，呢架車。咁啊，本身呢架車其實就係佐敦去油塘嘅。咁啊，你諗下油塘咧，以前都係一個好小嘅，即係啲徙置區啊，類似啲細地嗰啲徙置區位嚟嘅啫。咁啊，以前個年代其實都已經有公屋嘅啦，油塘嗰度高超道村啊，油塘村嗰個年代。咁嗰個年代咧最興盛嘅嚇，嗰個年代十四號係最興盛嘅，嗰時好密車嘅。咁啊，因為咧好多時候咧，啲人咧都會搭車落去佐敦咧，就轉渡輪嘅，出中環嘅。咁啊，佐敦到碼頭個渡輪嚇，咁啊以前佐敦到碼頭係個渡輪，係一個好窄、好中央嘅渡輪區嚟噶嘛。咁咧就其實係輪到，即係其實沿路一路行土瓜灣啊嗰帶啲人咧。都是會搭渡輪去出中環的，咁咧14號嗰期係最興旺、最興盛嘅。咁啊，梗係唔使講啦。之後過喺隧道衝咗車，然後跟住就油塘村曾經重建過，跟住再加上而家個情況就係有好多新線出現咗啦，例如11路 X 啊、15X 啊，依啲係同佢係對住幹嘅路線啦嚇，有叫做對著幹嚇。呢啲路線再加上有時候有啲小巴出現添，有時候啲紅小會喺度執下雞嘅情況之下咧，呢一條線咧就其實一路都係跌緊㗎嚇，依條線嘅客量一路係跌緊嘅。咁即係講緊一個位係在於就係呢一條線跌到嗰個情況，跌到而家係應該20分鐘到25分鐘一班車嘅。即係其實我諗主要都係一樣嘢啦，行車時間好耐，行車里數好長，但係個客量。又唔係話即係個流水客量又唔係話好高，因為佢流水客量個位咧都會比唔同嘅對手，即係自己有又好啦，11號 X 又好啦，或者係紅小都好啦，都不停喺度侵蝕緊嘅。再更加緊要嘅咧就係土瓜灣到呢一段個市區呢一段嘅人口老化，令到個餅就越嚟越細。即係話俾你聽咧，呢條線咧係一路應該係會一路不停衰落緊嘅。咁咧，所以九巴咧就而家咧應該開始採取緊咧呢條線咧，係一路將佢會維持緊喺20到25分鐘一班嘅。咁啊，如果再客量再差嘅話咧，應該會有機會跌落去30分鐘一班嘅呢條線，因為佢個行車嘅里數好長啊，實在。佢長得嚟，仲要佢行嘅位係，即係而家沿路嗰個流水位越嚟越做唔到流水嗰個角色啊。咁啊，我諗一陣間搭翻車嘅時候都可以大家睇一睇個行量啦。今日禮拜日啦嚇，非繁忙時間啊，而家都5:30啦，係咪先？5:30咁即係多啲人出街啦。咁我諗個客量個標準啊，如果以一架大車130個人，我諗都起碼都4-5成客量啦，係咪啊？即係起碼都4-5成客量都要做個標準啦。即係起碼你一架車都有50-60個人總共啦，係咪啊？咁我哋睇下會唔會有50-20個人啊？好啦，咁啊，先嚟咗架11路 X 啊。嗱嘅陰公後面遠少少就14號啦，即係呢度啊，即係74號 X 嘅入隔離就係啦。咁啊11號 X 啊，捷足先登咁啊，咁啊代咗啲客啦嚇，咁啊代咗啲客啦嚇，咁啊真係
唔係咁好彩啊！呢件事係嘛？哦，咁啊，時間5:32車嚟㗎啦，咁啊，我哋都會等十幾號啦。好，咁啊，14號嚟啦嚇呢度。好啦，咁我哋上咗車先，再數下。好啦，啱啱上咗車啦，咁就下一站就會遠啦。創記之城已經去到定富街㗎啦。咁啊，呢架車夾夾埋埋，而家有30個人嚇，有30個人，頭先有2個人落咗車，咁就係32啦嚇。咁我哋第一條片咧就會成個觀塘區啦。呢度上多一個啦嚇，咁就33。咁啊，好明顯睇得出咧，呢條線咧就一旦禮拜六日咧，就觀塘咧真係冇乜人會搭佢喎。咁我都覺得好正路嘅。咁講真嗰句，有11號 X 啊，都上咗11號 X 啊。如果我是去紅磡的，我搭了地鐵啦，係咪？咁啊，真係爭咁準啲噶啦。好啦，冇人搭啦。咁啊，去德福噶啦，應該係嘛？呢度上10個，48個啦嚇。咁啊，睇嚟到40%嘅客量應該有機會做得到噶啦嚇。咁啊，最主力都係九龍灣嚇，九龍灣都上咗夾夾埋埋，都上咗成都15-16個人啦。咁啊，觀塘就冇乜人上。咁啊，咁喺觀塘前咧都有成20-30個人嘅嚇。咁
都有成30個人嘅。咁我相信咧就要睇下佢而家有幾多流水噶啦。而家流水線呢條，因為呢條流水嚟噶嘛，咁啊睇流水有幾多啦嚇。咁喺呢度上到1.49啦。好，咁我哋就下一个站就丽晶啦。咁啊，成个九龙湾区、观塘区嘅最后一个位啦，跟住就彩怡，咁就属于黄大仙嗰带噶啦吓。好，咁啊呢個站冇人上，我哋再去下一條片段啦。嗱，彩怡就開始收5.8噶啦。咁啊，呢度就係彩怡花園啦，彩虹村嘅彩虹花園啊，彩怡花園啊，就係彩虹村嘅對面嘅啫。咁啊，呢度景泰苑啦，咁就深浦港噶啦。一聽到景泰兩個字就係深浦港有關噶啦。咁啊，而家49個人啦，應該有人上噶啦嘛，沿路應該會有人上噶嘛。不過，但係真係老實講，沿路真係如果我去佐敦都大把閃喎，真係呢度啊冇人上啦嚇。咁就漁港灣啦。線就是半直通的，即是說中間這些觀塘道這些地帶呢就沒有站的，那啊後來又加回一些站啦，那啊當然是為了吸客啦，是吧？那就一會兒我們先再整一個看一個客量的分布啊，個分析會是怎樣。呢度上到1.50個人啦。51啦，52上多2個。咁啊，而家時間咧就搭咗11分鐘噶啦嚇。5:30上車到，咁啊搭咗11分鐘，咁啊其實咧呢啲時間咧係假日嘅繁忙時間嚟嘅嚇，咁其實咧就應該要至少有4-5成客量嘅嚇，其實真係嚴格嚟講應該係嘅，因為你諗下，你每一日都有啲繁忙時間段噶嘛，其實呢啲時間啲人出街噶嘛，係咪？
34日。咁我哋下一段啦。好，咁啊，嚟到码头位啦，呢度家计会啦吓，头先家计会过咗啦。咁就呢一度咧就，唉，呢度就女士啦吓，呢个101又要抢位咁样。
有條廿號仔咁啊，難玩啲喎嚇。三個啦，呢度上咗咁啊，62人。64啊，2個。我得一落多個上喎，呢架車就係去到嚟呢個位，去到平子街啦。好啦，上多兩個66人啦嚇，咁就66人，其實就已經過一半客量啦，係嘛？即係個載客量，總體載客量有一半啦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去佐敦南啦，我就會落去下面嚟，而家睇一睇而家接翻嘅話下下呢度。咁咧就上層咧就1、2、3、4，加埋我哋係7個啫，上層。咁我哋睇下層。上層有7個，下層有20個，有20個啊！啊，咁就有靈堂啦。咁啊，應該嚟緊嗰2個站應該再落得再多啲啊！百家私家喺個大廈。可以分析到個客量，而家都應該嚇。嗱，土瓜灣嗰一帶都上咗成14、15個人到啦。即係話，如果呢架車咧喺呢個佐敦站咧，都係剩翻20個到。咁即係話咧，喺土瓜灣之前，即係碼頭圍之前係碼頭圍噶。碼頭圍之前即係富豪東方酒店之前咧，其實真係坐啲人咧。坐幾多少？剩翻7、8個人，其實真係會坐足嚟佐敦嘅啫喎。
嗱，咁啊呢個數據又幾有用㗎，即係有啲，即係其實呢啲嘢都好正路嘅，即係呢啲諗法都會好正路啊。百家時間應該多人落㗎啦，咁咧一二三四五六啦，都落多六個人啦，應該係剩翻嗰幾個站落得最多人㗎啦。咁啊，真係可以睇得出，就係話呢條線。如果我是油塘啲人搭咧，啲人最多搭到去土瓜灣、觀塘都係，九龍灣都係，即係話去到九龍灣之前，啲人如果搭呢條線咧，啲人咧都係放係搭到去土瓜灣，因為你睇得出個數據睇得出噶嘛，你睇得出呢一度位，你可以睇得出就係話剩翻個七八個人，其實真係係真係有機會係坐足嘅啫，係咪先？即係你諗下我。依架車有六十六個客，得八個人係坐足咁滯，即係坐足即係由觀塘區坐到嚟佐敦，咁即係話其實真係得一成零嘅人係咁樣，咁啊大部分嘅人咧都係落足曬嗰個，我估計係咁啊嚇，即係落足曬土瓜灣嗰帶。跟住土瓜灣嗰帶啲人上車，咁係正常啦。上車佢都冇咁快落車啦，係咪先？你每日上一兩個站就落車噶啦，係咪先？咁我估計應該都大概係咁噶啦。咁啊，呢個我估計都應該都幾準確啲。咁啊，一二三四五六啦，又落多六個，咁啊，即係成架車咧，哇，係剩翻三四個人剩啦。即係其實行中國碼去中國碼頭周圍係得個擺字嘅啫喎，嚇呢條線嚇得個擺字嘅啫喎。咁啊，佐敦咧嚴格嚟講咧，應該叫做官涌嘅嚇。其實因為官涌呢度有個炮台咧，就係打仗嘅，有個官涌炮台喺度嘅。咁啊，叫佐敦都冇得算啦，係都 care 呢啲嘢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其實呢一帶真係叫官涌嘅嚇。咁啊，隔咗35分鐘就嚟到中港碼頭啦，中港碼頭巴士總站啦。咁啊，我評價係咩咧？呢條線咧，如果觀塘人搭咧，或者你油塘啲人搭咧，好多時人都係為咗去土瓜灣嗰帶啦。咁啊大鑊啦呢條線，我就真係話俾你聽，真係大件事啦。大件事係咩咧？大件事啦，沙中線嘅話。啲人搭到上去轉曬山，再轉地鐵。尤其是油塘啲人啲習性係好中意搭地鐵嘅話，咁啊大鑊啦！呢條線係走緊嗰30多、30個人，真係呢條線冇咗1/3客量個會，哇！分分鐘大鑊，哇！大鑊啦！今次真係大件事啦，真係大件事啊！咁啊，仲有一個位啦嚇，呢條線咧流水咧就完全唔明顯到不得了嘅，非常之不明顯嘅流水。點流水呢？即係話咧，佢呢條線咧只係做一個單，只係做一個位嘅啫，就係觀塘去觀塘區去土瓜灣，係做緊呢個位嘅啫。即係你諗下土瓜灣去佐敦，其實得個10多個客，15、16個客，你諗下佔佢個客量都係1/4，又話25%，有啊66個人啊嘛，15個人係啦，得個15個人咁玩法嘅啫喎，咁死咯，真係即係把頭圍去到土瓜灣嗰帶。咁仲要呢一班人係其實可以11號吸納嘅，咁好啦，咁你估下九巴會點樣取向啦嚇？咁啊，九巴點取向就係好簡單嘅啫，殺咗條11號咯，梗係啦，11號收5.1啊嘛，你就算14號分段5.8、6.8，梗係保住條14號先啦，係咪？但係14號又太過長喎，條線又太過長，咁啊點算咧？咁就唯有先殺咗11。係啦，我個估計應該係先殺咗11先嘅，懟冧咗條11先，
搞掂咗條十一，然後先再十四號咧就會唔會拉梭咧？應該會再繼續拉梭噶啦。如果佢如果油塘個基本盤咧，油塘個基本盤咧會沙中線咧會吸走咗一堆咧，咁啊都係大件事噶啦呢條線嚇。雖然話雖如此嚇，佢個走線都算直接，又唔係但係嚇。但係你都知㗎啦，觀塘道有時一去到法院嗰度會塞車㗎嘛，咁啲人就你都知，尤其是油塘啲人個性就會好中意搭地鐵㗎嘛，真係會有機會真係走咗對客㗎，真係會有機會嚇，咁啊真係祝佢好運啊嚇，尤其是真係我驚就觀塘油塘嗰堆會真係走咗下呢條線，咁啊真係隱憂嚟㗎呢個嚇，咁啊我哋一陣再講下一條啊，下一條咧就係講呢條慈雲山線㗎。